300多年历史的嘉义市秋千节，上早为着消毒瘟疫而产生。今年拄好拄着新冠肺炎，为着避免参与者造成群聚感染，嘉义市下路头武当山先天上帝庙决定延期。29号先天上帝圣诞祝寿典礼上，只邀请着去年各组的冠军选手，喜欢高空海弓手，向前民俗传统白当当。每年都会庆上千名长者，按假期公休节，目前已经确定延期，连市民祝寿也简单举办。29号一透早，由市长免费担任主祭官，带领舞会贵宾共同进行上香礼之后，派着先天上帝爷公骑上大学一站楼的公休，对现场民众发送金帽。假市长免费表示，本来是当年轮回才有举办的高空海公休民俗活动。2008年经过庙方拨杯，迄条声明答应改为每年举办。当年，该市长也将这项活动定落为无形的文化资产。可惜今年受疫情影响，劳力经常不在，最后是票被民众聚集做伙，所以先天上帝也讲展现慈悲的精神，只是管理委员会延期举行。病毒的一个流行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挑战，那这些挑战人也不太适合在密集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所以呢兄弟亚公的主笔他说我们就在延期。300多年前的疫病流行才有高空荡秋千，才有这样的活动，但是今天在面对这样，哪怕是医疗设备更完善，大家的通讯更好，可是我觉得疫病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更需要大家每一个人的心一起共同努力。所以上帝爷公在那阵就进入第一回，让大家走出户外，然后高空的荡秋千，不就是让自己更有免疫力吗？所以面对这样，不管是时代是如何，我们还是呼吁大家正确的观念、正确的作为才是最重要。庙方指出，为了举办高空海公手活动，每年都会前往山区找寻适合的地材，制作成为宽度12公尺的高空公手。离这项传统延续百年无断，但今年为了避免人潮聚集，顶个月29号，庙方委员会开会讨论，并向先天上帝爷公请示之后，缩小祝寿大殿的规模，并邀请去年冠军选手示范高空海公手，祈求先天上帝爷公保庇，和疫情尽快。结束。新上调民间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